过来这里，坐在看看。对，这个是缅甸的朋友，叫叶叶。今天网友高呼咱们，看到没有？有高呼。对呀。真的有高呼。有高呼就多高吗？有高呼就多少？缅甸人吃肉店出去，我不去了，我现在吃饭不来了，太去不了。吃不了，上火。你去吧，你去吧可以。我也不吃了。你也不吃肉？你看，这缅甸土豆店，很少见，这个好吃的，这个好吃的。对呀。我知道好吃，来坐。 这个摩斯家的，哦，摩斯家的，对，你看一下，这个还好吧？这个是这种是全堵料吗？对，你看一下哈，那边也有隔间的，这里烫了一点点，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太明显的表现。 表现那边地上就是有一点点，然后朋友们，其实这种就是顽皮壳啊，顽皮壳，这就是老赵平常跟你们说的，就是有些时候这种它是蒙头的这种的话，就是看它的皮壳，那这里有一点点断刻，对，断刻，可以看到一点点肉，肉的话也是一个孬种啊，这种料子的话呢，就是看它里面的内化，还处于一个内裂的情况嘛，如果没内化的话，就完了这种料子，基本上。 几百这种料子，哎呀，什么几百呀？几百，这个就不是几百，百说的东西。就是啊，就是百说的东西了。好朋友，你好好看吧，你要懂货了，这个店就要高品质的，没事的，这个店。就是几百了，这个。哎呀，这个你不要这样吧，你看，这表现好漂亮的东西的，它有高货的，老品质的，这个店。就是几百了，这个。哎呀，这个你不要这样吧，你看到多少个，好不好？ 我想要2000块，你想要2000块，对，卖价2000块，对，2000块的，给你400。哎呀，这不是400块的东西啊，好不容易，对不对啊？我这好多东西的，我骗你来看的，对不对？你好好给价嘛，好不好？这400块的卖不了，真的是太贵了，我真的亏本了，这个东西。差不多了嘛，这个料子。 其实这个料子就是玩一个皮壳啊，朋友们。你看这种皮壳，它是首先它的这个料子石头很完整，这里有一点点断口。其次，你们再看它的沙粒，它这种翻砂是很均匀的，一粒一粒的这种翻砂很漂亮，沙细，然后肉又细的嘛。其实就靠看它几个皮壳的几个好的比较点，然后再看它到底能不能玩。所以这种料子嘛，又没有什么表现，一定不可能说是花几千块钱去买，因为买下来很。 大概率他贴不涨的话就全亏了，好给价吗？你说1000下，你想要多少？1000以下，1000以下，看不到1000以下，这块料子，爷爷你想成的话就是1000以下谈。这你东西好看一下吧，真的是好漂亮东西，你看吧，东西的好东西的，不要是那么多吧，给你好朋友在家里，好不好？一口价900块。 900块，对，还有小不了的，就在这样。好不了的价格的我说的，就我小妈的1000多，别人妈的1200，1000可以进的这样。你好不了的我900块卖给你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500行不行？对呀，如果你不是千嘛，进的这样，你要懂货的，对不对呀？但这块料子真的是赌性很大呀。你看，就要的高品质的，对不对呀？你要懂货的。 知道啊，我也是，真的是看你们最近生意不是很好做，所以才给的比较高。对，今天生意不好，我也知道啊，我们这个生意不好了，我也想卖给你这个，好不好？好东西的，你要好好给。这块料子拿回去我就切了，这种几百块钱的料子没有必要在那个了，没有，我也没有必要再去倒再去。要你切的话，你发财的，什么办？对不对？发财给你转两百，给你转发财给你转两百了，什么200块呀，帅哥？这好东西，对不对？你发财的你200给我，不管你又不会赔我，好了你又不赔我，好给价嘛，好不好？好给价。行了，爷爷，600块钱，这块料子我也不骗你，回去我就把它切了，到时候发个视频给你。我告诉你，你也不要走外部走，给你800包，好不好？ 就差给你吧，600。哎呀，行了，可以了，600。这回去我就切了，你想不想看它沙粒，它这种切开是什么样子嘛？这种料子又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表现。
你发财了，你发财了怎么办呀、啊？对不对？就发财了，给你200块钱红包。哎呀，发财了，给你发个红包嘛。且涨了，给你发红包，就只能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如果真的涨了，给你发个红包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回去我就切了，这块料子，600块钱拿了，好不好？加一点吧，好不好？好朋友，600了，600。好不好？好朋友的，发给我200块啊。发财的回信我先切开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你发，然后你发财的，你200个发给我，可以。好朋友的，我相信你啊，没问题。朋友们，这个料子600块钱收下来还是不错。其实它的表现真的没有什么，就是这里有一点点表现，啊，这里端口的地方表现也不是特别好。其实就700块钱，然后最近生意不好做的话，照顾他们一下。像这种皮革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它的首先很完整嘛，然后这种灰皮革的话也会出一些好的东西，加上它这个翻砂很均匀。大家知道那个墨西砂的话，它一般是就是种水比较好嘛，然后呢，只要它的肉很细啊。像这种沙粒翻砂很细的这种，其实很容易出好东西的。我们回去切开看看，到底是它是长了还是垮了。奥利给！哎，朋友们，像这块料子，刚刚跟叶叶说的呢，我是想着都是把它从这里取一个这种盖子出来，大概一个指头厚的一个盖子，因为这样看的话呢，如果是里面有东西的话，这个指头的盖子可以做牌子，然后里面的东西呢也伤不到什么东西啊。我们先取一个这样一指宽的一个盖子，先把它取出来看一下。到底这块600块钱的料子能不能给我们出奇迹啊？就看这一次了，祝我们好运。好 ，OK。这块料子已经切好了，看看老赵的表情就知道这个里面的东西绝对不少啊！3、2、1，揭开！哇，你们看，这个地方飘花全部进去了，全部干进去了。你看，这种600块钱的料子能出一个糯冰飘花，真的是个奇迹啊！朋友们，这块料子嘛，少说涨了10倍以上啊！懂的朋友们自然懂啊！老赵600块钱买来的，这种料子绝对涨10倍以上啊！你看这种冰杆。啊，虽然它还不到冰种，但是这种糯冰绝对是有了。哦，你们看一下，这种关键是它里面飘花居然还有，真的是，所以说神仙难断春玉就是这样啊。我们不切开之前，永远不知道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然后你看老赵切开了这个一指宽的这个盖子，这里还可以出牌子，哦，非常可以啊。就是肉稍微粗了一丢丢，如果这个肉再细。我的天，这块料子绝对2-3万以上啊！这种做出来的牌子，绝对就是一个牌子就是能可以卖10000多啊！就是它肉粗了一点点，没有办法，肉稍微粗了一点点，但是这种飘花这个啊种水是非常有保障的。可以，像这种牌子的话，做出来一个全部都回本了，一个都是1-2千块钱。就糯冰的牌子，大家知道吧？糯冰冰飘花的牌子，你们大家都知道，一个的话。相比小块的话，1-2千、2-3千肯定是要的，看不同的大小、不同的题材、不同的雕工啊。这块料子非常的成功，大涨啊！待会儿我们就给叶叶发上一个小红包，告诉他这块料子涨得非常可以，让他下次我们再去找他收货。因为从这个买料切开之后呢，我们到底是要这样去出料呢，还是说是要做货？我们这边还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在里面。这期视频暂时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一直陪伴的老赵。下一期视频老赵再继续带大家去切货买货，带大家去看更多的实战内容，下期见。